现在吕里恩在松山烟厂的成品，然后他这边他可以回归山林，尽情的尖叫，看他又跑了，四周反正都是一些疯小孩。你可以跑来跑去没有关系，这是花果山的水帘洞。有没有好开心？心情好不好？感觉好吗？干嘛跑累了？哎，帮我拿一下啦，我在录影哎。